玛莎，他去年底跟女友办登记结婚之后，现在偷偷跑到希腊举办婚礼。亚洲天团五月天第三位升格当人夫的玛莎，去年底办理登记结婚，现在被人爆料在这个月13号低调前往希腊办婚礼。希腊圣托里尼岛风景优美，玛莎选中这里举办婚礼。五月天除了鼓手冠佑之外，全员到齐，还有庞大的亲友。原本想要低调举行，但这里可是热门景点，想要秘密补办的婚礼全破了功。玛莎的娇妻是今年37岁的设计师谢伟仪，目前担任某精品品牌负责人。在去年11月，脸书上两人秀出手指上的刺青，甜蜜宣告结婚。刻意低调，却还是被游客拍到。经纪公司也证实，两个人13号在希腊补办婚礼。根据了解，这场婚礼不含机票、食宿，光是租教堂及饭店的费用就超过175万。但这样的浪漫回忆，对这对新人来说，肯定无价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